哇，还想跑啊你啊？哎、欸，抽我！对不起，对不起，哎、欸，对不起，我没有武器，我没有武器，你的我的武器在你头上，我的武器在你头上，拔走吗？看到玫瑰了，你还缺水吗？这边还有水，我满了，我满了啊！好，哎、欸，好像是这哦，我看到橡果了，我看到橡果了，这里有几个地洞，你有没有看到？看到橡果了，老板掩护我，掩护我，敲我敲，好，有了有了，橡果壳、橡果盖都有哎、欸，橡果碎片这还可以吃吗？哦，橡果块可以吃，乙修哎。嗯，这里有很多泥球哎、欸，是没有产值可以现在做吗？到，制作，哦，可以哦，好产，哦，出神，哦哦哦，可以产出来，可以产出来，这就是奇槽，这就是奇槽，有了奇槽皮，哎、欸，真的，奇槽肉，还有奇槽胶体，三个东西，发了发了发了。超噁，这是金木虫哎、欸！在抓那个水壶，水壶可以直接做吗？知道，应该可以吧。哦，好像可以制作哎，做什么？我制作一个水壶了。哦，我也要，我也要。奇槽皮我刚刚好一个。那、啊、奇槽皮还可以做什么？好像还要很多奇槽皮耶。你有装到水啊？有啊。哦，这个可以装。你要装吗？我怎么装？就靠近它，然后就可以装。哦。好，走吧。生的橡皮虫肉要四个，那生所以橡皮草肉嘞，所以橡皮虫先不要做，嗯，先不要烤。奇槽肉好像也不能干嘛，看一下，就拿来煮。奇槽肉好像可以全部拿去烤了。哦，饮品站哎、欸，什么东西啊？好多东西哦，哎、欸，那个橡果壳超猛，真的、哦。嗯，看一下、哦、饮品站。哦。做一个来玩玩，我想做二阶的那个蚂蚁工具、蚂蚁武器啊，感觉要去做啊，感觉要去找那个兵蚁，才会掉那个上颚。哦，可以做橡果胸甲哎、欸，而且还有大的储物箱，我们是不是要做大的储物箱？要。我也觉得要在工作台旁边。哦，大箱子，好大！要去调查橡树爆炸，就是我们刚刚去的那里。刚刚那边是橡树，哦，好像是哦。对啊，就很多橡树。所以我们要从那边的找那个方向走。要饮品站还是做水缸啊？饮品站吧，可以就可以都可以做，都可以做，材料够就都做啊。他没有那个，他没有抵触。哦，像一个橡果盖，一个橡果壳。可以放入三样物品制作美味的饮品。哦，怎样？爽啥小？啊耶，可以了，有了。他可以做饮料哎、欸，好、哦、配方。磐石饮，强化果汁。哦，它这好酷哦！生命值上限。蚜虫肉可以做，它可以存几滴水啊？六滴。你怎么知道它可以？那我看不出它里面现在剩几滴啊？舀水，
他吃东西没经过我同意。妈的，欠打嘞啊！他妈还想跑啊你啊！抽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武器，我没有武器，你的我的武器在你头上，我的武器在你头上，拔走吗？等下去找他们的老大。Give me the stage in a minute, I'ma eat you. El profesor is in the house, let me teach you. I could defeat you with two hands tied and have you waking in the hospital like, who am I? And who are you? Who are they? What is this? You wouldn't believe how someone react to this shit. The mind slips.